我现在来疯疯的丈母娘家偷一点米。哦，你看这里好吃的，这个门的还有牌号的。闽DA0082。他们这里应该没煮饭，应该没有米。没，到那边去。那边。我想去他们河里面放点地笼，因为太热了，想去清凉一下。我去厨房拿啊。没有。有粥啊，他们。没有，我去找点米。哎，你有米吗？这有米啊？里面的大。哦。挂了没呀？没有，那个煮好的米。煮好的米呀、啊？嗯。好，这里面放放，给他们放。没有，到那边去嘛，就到那厨房那里去。好啊，这里有啊。哪里有？这里有啊。拿一个杯子来。这个米的很少进去的，是不是？啊？你说我去赶。那米不行，要有点油。来米去抓鱼。要有点油，去那边搞点油。对啊，这是什么？菇，油菇，花生菇啊，花生菇。这个，嗯，好香的，好香。哦，这个，就是花生，炸过油的。花生菇啊。凉快一下嘛，好热。哇，好多鱼哦！你就放这里可以吗？你看，好多鱼。小鱼。抓鱼，你都不叫我。来啦，我是叫你的吗？哎呦，我只听到了一声小六，然后我就跟着声音就跑过来了。这里真的好多鱼，我看一下啊。放米饭，还有放这个那个花生菇。掉下来了。给点饭啊！哎，你是要饭吗？我要饭啊！来来来，我要饭啊！要不弄湿的不好弄出来。给点饭啊！放到那个窝里面去。不是，你拿过来一点。没事，你丢嘛，你丢，等一下抖一下就是窝了。等一下，别把我摔下去！蹭，嘿，哎呦，哎呀，飘走了这个。不会呀，不会呀，怎么都露出来了？你下面没风吧？嗯，上面那个刀已经坏掉了。哎，好香啊那个，那糠饼好香啊。那花生菇啊？花生菇对吧？不要过来，我怎么用？不要过去了。他这条河还蛮多鱼的。你看我放这里多，还是他放那里多？可以。会不会被冲走啊？不会不会，不下大雨都不会冲走。棒吧，不是河蚌，河蚌比较大，这个是河蚬，就虫子旁一个箭，那个字。
我们那边叫蚬子。对啊，蚬子。嗯，多蚬呢？那个要换个地方抽的，真的，那个不行。换一个吗？对。放这边调节呀。我下去拿吧。不用拿，拉起来就可以了。已经中标了。那个地方水流太急了。我以为是断了，吓死了。有了。没那么快吧？没那么快的。一般我们还没有。放一个下午，一会儿就放一个晚上。你放上面去，放上面去。它不进去的。就是，你放这里还好，这里好多鱼的。这里小河流出来这里。啊，这好多好多好多。对，你就放在那里深一点那里。它不一定进去。哇，这么多鱼。放那里，对，放那里。鱼群呐。对，放那里。对，等一下来就有了。好，就放这，不管了。它不一定有。捞到一条都是得啊！他们这边真的生态还蛮好，这么多鱼。真的水要清是吧？对。现在过来看一下那地笼里面有没有。吃完饭了，过来看一下。没。哎，那个小六把那个，它是没绳的吗？它没有绳子哦。有鱼的，看到了。我也看到了，那时候都进去两个鱼了，有没有？有啊。哇，小啊，跳那么多。有个螺。放掉算了，太小了。那个大的罗非鱼没进来。上面这个有大的，里面没开门，那是个鱼。哎呦！你啥时候开门？你也没开。这个肯定没有。哇，这个水好冰凉啊，好爽。这个太吵了。真的，一条鱼都没有。一只鱼吧。嗯，一条鱼都没有。太小了，不要了。这边有几个大的罗非鱼都不进去，太多人了，今天你信吗？他们好像是要放过夜的吧？这个，我看一下，这都是罗非鱼。这个就是罗非鱼的。对啊。小鱼了是吧？都是罗非。放了。那还不放了，这么小。这福寿螺丢上面啊。福寿螺。是福禄。是福寿螺。哦，罗非鱼。四条罗非鱼。罗非。放了，走吧，走你。还不舍得走啊？死了。没死，哪里死呢？半死不活。没有，罗非鱼的那个生命力很顽强的。上次我们过来这里，这个棚没人坐啊。嗯。是不是？好像是的。喂鱼了。回家啦，秋哥。回家了。去把它收了，就跟你们说一下，就回去。到家也差不多要五点，六点了。